Unistar 的小朋友们在各项才艺课程当中都有非常优秀的表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邀请一群小主持人们继续为大家介绍，就是我们各项才艺课小朋友们在2020年的成绩，希望爸爸妈妈们会喜欢，也希望更多的小朋友们加入我们的行列哦。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 CC， 我今年10岁， I like acting and hosting。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这位小朋友，第一眼看到他，你一定想不到他的中文歌唱得那么好。让我们欢迎 Cassidy 带来的《你笑起来真好看》。想去远方的山川，想去海边看海鸥，不管风雨有多少，有你就足够。喜欢看你的嘴角，喜欢看你的眉梢，白云挂在那蓝天，想你的微笑。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散。你笑起来真好看，像夏天的阳光，整个世界全部都是花，美的小花卷。想去远方的山川，想去海边看海鸥，不管风雨有多少，有你就足够。喜欢看你的嘴角，喜欢看你的眉梢，白云挂在那蓝天，想你的微笑。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散。你笑起来真好看，像夏天的阳光，整个世界全部都是过美的小花圈。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散。你笑起来真好看，像夏天的阳光，整个世界全部都是光，美的小花卷。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散。你笑起来真好看，像夏天的阳光，整个世界全部都是光，美的小花卷。整个世界全部的时光，美的小花卷。听完了好听的歌曲， Unistar 主持班的小朋友们为大家带来打破空间限制，生动有趣的介绍猫头鹰的秘密。欢迎小朋友们来收看世界真奇妙，我是小主持人 Alvin。我是非常重要的母爱。嘿，小朋友们好，我是小主持人维诺娜。小朋友们好，我是小主持人雨乔。我是 K。 大家好，我是 Catherine。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猫头鹰的秘密。你们觉得猫头鹰的秘密是什么呢？就是猫头鹰的秘密是不爱洗澡，不爱刷牙。应该是跟猫头鹰的特性有关系吧，还是我们女生比较棒。我第一个想到的猫头鹰的特性就是他们是晚上出来活动的。哦，我知道了，猫头鹰在晚上很温柔的灯光下看得非常清楚，而且它的耳朵很敏锐，能听到周围很小的声音。再加上猫头鹰的羽毛大部分颜色都是灰色、黑色和褐色，
这样在晚上让他们很不容易被发现的。既然你们女生那么棒，那我考考你们，你们觉得猫头鹰飞行时的声音比一般鸟类飞行时的声音大还是小？问这么问，我觉得是一定是猫头鹰飞行的声音比别的鸟类小。我也这么觉得。当然是猫头鹰飞行的声音比较小了。小啦？哦，是吗？为什么？因为你们是猜的。好了好了，顺便教小朋友们一字成语。不耻瞎问。好了好了 ，Alvin， 请告诉我们吧。好好好，谢谢谢谢。其实你们猜对了。因为猫头鹰的羽毛在边边的地方有一种像梳子一样的结构，这个梳状结构可以把空气气流打成很多小的气流。这样一来，原本猫头鹰的翅膀和空气碰撞产生的巨大噪音就变成很多小的噪音，所以它们飞行的声音就比一般鸟类小了。你们女生懂了吗？还是有的说。 Max， 你快点回家读书。好吧，给阿曼一个赞。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安娜，我喜欢跟我的朋友和 Hamster 玩和读书和表演。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小 Rosie， 我喜欢画画，我也喜欢小动物，我也很喜欢当小主播。大家好，我是非常重要的 Matt。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猫头鹰喜欢吃的食物，一人说一个。我最喜欢的动物蛇 Snake。 你呢？昆虫 insect， 青蛙 frog， 蜥蜴 lizard。 我也很喜欢的小动物老鼠 max。 小朋友们知道吗？猫头鹰妈妈孵蛋时，猫头鹰爸爸会负责把食物带回家。小猫头鹰闭着眼睛把壳剥开，而且羽毛是白色的。猫头鹰小时候好像小鸡哦，好可爱哟、哦！猫头鹰妈妈还会继续照顾他们，等他们慢慢长大，开始学飞了。你们知道猫头鹰的头可以整个90度的转到后面去吗？太恐怖了！所以不能在猫头鹰的背后说坏话，不然它会把头扭到后面去瞪你哦！哈哈。现在我们要介绍猫头鹰的巢。猫头鹰也在树洞里做巢的，也有用其他鸟类不用的旧巢来做巢的，这样它们不会浪费很好的巢哦。哇，猫头鹰可要看清楚哦，别捡个以为老鹰不要的巢来做巢，万一老鹰后悔了又飞回来怎么办？ Max， 好啦，有些猫头鹰会直接在草地上做巢。好了，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猫头鹰叫猫头鹰呢？是因为它的头很像猫，所以叫做猫头鹰。这么简单还要问？好了，今天算你们女生赢，我们下次再见了。下次我要拍一只吃软的猫头鹰来吃你们女生，我们下次再见吧。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 Catherine， 我今年9岁，我喜欢弹古筝和当小主持人。接下来这位小朋友歌声像小天使一样，那欢迎 Elisha 带来这首好听的小白船。蓝蓝的天空，银河里有星。
我是小主持人 Winona， 我九岁。I like acting and hosting。接下来是有一群今年九月才开始上表演课的五到六岁的小朋友们带来非常生动的表演 Jellyfish。Today. I love to play on the beach. Whoa, what's that? They look just like balls of jelly. Hello, everybody. We are jellyfish. Welcome to the ocean. Whoa. Can you get a body of sea creep? And shining. Cool. People say.We look just like jelly in the ocean. We are so pretty, aren't we? I'm really handsome. Oh, yeah. Good. Whoa, jellyfish have a cool way of swimming. When we swim, we stretch our bodies up, bend out. Whoa. Can we try? Let's do it. Arms go up, bend down.Bend up. Great job. Wow, that was fun. Thanks a lot for your help. No problem. Oh, wait. Here comes a big snapping turtle. Oh, we better go. Come on, jellyfish friends. Let's go. To be you. Bye.Hey everyone, I'm so glad to have had all of you in class this semester. Have a happy new year, and I'll see you in 2021. 大家好，我非常感谢你们都参加我的课程，新年快乐和明年见，拜拜。Hi, 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 Brandon. I like to do voiceover and hosting. 今年我们都用 Zoom 上课。你能想象在 Zoom 上课，大家一起演戏吗？2020年圣诞节 Unistar Advanced Acting Class 的小朋友们就尝试了这样的挑战。Let me present to you The Night Before Christmas. It was the night before Christmas. All through the house. Not a creature was stirring, not even a mouse. The stockings were hung, but the chimney was care. In hopes that St. Nicholas would soon be there.Children were nestled, snugging their beds, while visions of sugar plums danced in their heads. And Mama, her kerchief, and I, my cat, had just settled our brains for a long winter's nap. Out on the lawn, there arose such a clutter. I sprang from my bed to see what was the matter. Away to the window, I flew like a flash, tore open the shutters, and threw up the sash.Moon on the breast of the new-fallen snow, give a luster of meaning to objects below. Well, what's my wondering eyes that appear, but a miniature sleigh. Hey! Hello,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 Lotus， 我今年十岁。I like singing and acting.接下来我们有一对漂亮的姐妹花，姐姐 Audrey 带来好听的 A Thousand Years， 妹妹 Priscilla 带来好听的小美人鱼歌曲 Part of Your World， 掌声欢迎。Colors and promise.
fall, but watching you stand alone. All of my doubt suddenly goes away somehow. One step closer. I have died every day waiting for you. Darling, don't be afraid. I have loved you for a thousand years. I love you for a thousand more. For a thousand years, I love you for a thousand more. For a thousand years, I love you for a thousand more. And all along I believed I would find you. Time has brought your heart to me. I have loved you for a thousand years. I love you for a thousand more. And plenty. I've got wizards and wizards.
required for jumping, dancing, going along on it.主持班的小朋友们为大家介绍棕熊的秘密哦。棕熊的秘密。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梁秀月，我今年八岁，我最喜欢做的东西是画画、骑马、当一个主持人，还有配音。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 Rita， 我喜欢睡觉、玩游戏，还有主持。Hello， 大家好，我是 Chloe， 我今年七岁，我喜欢唱歌、画画、跳，还有读书。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 Angela， 我十岁，我喜欢画画、爬山、跟狗玩和读书。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 Jason， 我九岁，我喜欢看我的 iPad、看电视、煮饭和主持。大家好，我是小主播 Alvin， 我今年九岁，我喜欢打篮球、玩游戏和主持。大家好，我是小主播王艺颖，我今年九岁，我喜欢跟我妹妹玩、唱歌和配音。欢迎小朋友们来到 Bing Bing's Magic House。我们恭喜了，冰冰姐姐，你看他们。Alvin、Jason， 不要再闹喽。对呀，我们女生觉得男生这样很无聊。好嘛好嘛，不玩就不玩。好，不玩吓人的游戏，那我们来玩知识大考验。我赞成，因为我们女生比较聪明。开始吧。没错，我们女生很有信心。不管谁输谁赢，大家都会从游戏中学到知识。好，那知识大考验就开始咯。 Ready Go！ 棕熊是世界上分布最广的熊，头大大圆圆，身体大而强壮。请问它的视觉、嗅觉和听觉哪一个比较好？我知道，棕熊眼睛小，视力不好。它的鼻子大而突出，所以它主要靠嗅觉和听觉生存。答对了。好，下一题，请问棕熊喜欢群体行动吗？ No no no， 棕熊生性孤僻，大多是单独行动。只有母熊会和小熊一起生活行动，母熊会照顾小熊，带他们外出学习求生的本事。小熊直到两岁左右才会离开妈妈独立生活。哇哦，男生也不错哦。请问棕熊如何寻找食物？我知道，棕熊只要在白天寻找食物，寻找食物的时候它会停下来
用鼻子闻空气中气味，确认食物的方向。请问棕熊是肉食性的动物吗？应该是吧。不是不是，棕熊应该是杂食性动物。我记得它们除了吃小动物，好像也会吃植物的根和叶子。男生说对了一半。哈哈，让我们来补充吧。棕熊的确是杂食性动物，它们会随着季节改吃不同的食物。它们会吃小动物、昆虫，也会在河里捕食鱼、虾和螃蟹。它们也吃植物的根、叶和野果。哦，女生补充得很完整哦。谁知道阿拉斯加棕熊每年夏天和秋天会在库布吉河口浅滩捕捉的鱼是什么鱼？鲑鱼。阿拉斯加棕熊会在鲑鱼洄游的夏天和秋天捕捉逆流而上的鲑鱼。棕熊的前臂十分有力，它会用熊掌把鱼打出水面，然后用尖牙齿咬鱼。哦，对了，棕熊的前爪很大，除了可以捕鱼，还可以爬树和对付敌人哦。怎么办呢？那冰冰老师再出最后一题，谁答对了谁就赢喽。请问为什么棕熊会在秋天结束之前拼命地吃鲑鱼呢？哦，我知道，因为鲑鱼的鱼头、鱼卵和鱼皮的热量高，所以棕熊会拼命去为他们的冬眠准备。耶，我们女生赢了。其实呢，男生也不错啦。没关系，我们有运动家的精神。希望小朋友们更认识棕熊呢。我们先祝大家圣诞快乐 ，and Happy New Year。Yeah,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圣诞节快乐。我是小主持人 Amanda。 我是小主持人 Vanessa。 你记得我们五六岁的时候开始跟冰冰姐姐学主持配音，那时候我们表现得好吗？我不记得了，但应该是和接下来这些五六岁的小主持人们说的一样好。哇，那就赶紧来看这些小朋友们介绍可爱的绵羊宝宝，哈，还有可爱爆棚的 NG 版哦。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 Hugo， 我今年七岁，我喜欢看 YouTube 打游戏，跟一点点喜欢当小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 Hannah， 我今年六岁，我喜欢打乒乓球、看 YouTube， 还有当小主持人。大家好，我是 Henry， 我八岁。我喜欢 play video games 和读书。大家好，我是 Andy， 我喜欢打乒乓球，还有打篮球，还喜欢看 YouTube， 还喜欢当小小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安妮，我六岁，我喜欢看 video games， 我还喜欢打游戏，我还喜欢跳芭蕾舞，我还喜欢当小主播和小主持人。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一起来认识绵羊宝宝。我们是可爱的小绵羊。小朋友们喜欢摸我们身上毛茸茸的毛吗？我们的毛会不断长长，就像小朋友的头发一样，太长了就要剪一剪咯。我们的主人怕我们乱动，所以他用他的脚把我们夹紧，然后先剃背上的毛，然后先剃我们脖子附近的毛，
脚上的毛也要剪干净哦。我们的毛可以做成毛衣还有围巾，我们的毛可以做成手套还有袜子。我们下次见喽，拜拜。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 Isaac， 我快要六岁了，我喜欢跟我的爸爸妈妈玩游戏，当小主持人，打篮球，跟我的玩具玩，还有打电动。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 Chloe， 还有我今天要介绍我最喜欢的东西。第一个就是我最喜欢玩的是乐高，还有第二个就是我最喜欢读书，还有第三个我最喜欢玩 iPad。 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嘉欣，我今年六岁，我喜欢搭 Lego， 还有跟我的朋友们玩游戏，还有玩玩具，还有当个很棒的小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 Nora， 我五岁，我喜欢跟我的妹妹玩贴纸，还有在游泳池里边跟我爸爸妈妈玩，我还喜欢跟我的爸爸妈妈看电视，还有画画，当一个小主持人。好朋友们知道我们小绵羊吃什么呢？我们很小时候都是喝妈妈的奶长大的。我们会跪着前脚，屁股翘高高的喝奶哟。等我们长大一点，就会开始吃草喽。我绵羊有四个胃，我们会把吃进去肚子里面的东西吐出来再嚼一遍，所以大家会看到我们绵羊的嘴巴常常嚼个不停。好朋友们知道为什么我们小绵羊很喜欢挤在一起呢？我们不是因为怕冷才挤在一起哦，是因为我们很胆小，当我们遇到敌人时会互相挤在一起。我们还会大声叫告诉其他的绵羊，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 Isaac， 我快要六岁了，我喜欢玩电动，玩玩具，打篮球，跟我的爸爸妈妈玩，还有当小主持人。Chloe， 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 Chloe， 我今天介绍我自己还有最喜欢的东西。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 Nancy， 我今年十一岁。I'm good at Latin dancing。接下来是一对姐妹花的精彩歌舞表演 ，Audrey 和 Priscilla 带来的 Rumba 舞曲，画。Bye.
2020年 UNISTAR 演艺经济才艺学院小朋友们的优秀表现还有成绩。2021年，我们欢迎更多的宝贝加入我们的行列，而且呢，我们也会为小朋友们准备更多表演的平台。另外，我们还成立了一个演艺经纪专属的部门，要为小朋友们去寻找更多更专业的演出，还有 audition。希望大家要关注我们哦，我们下次见，拜拜。